票時間，即係聽日就係投票日啦，好少嘅時間，我唔想有任何嘅評估，任何嘅猜測個投票嘅數字去影響到自己心理同埋身體嘅體力嘅。我希望咧就是、無論個結果係點，根本上我都係要用翻同樣嘅力氣去咧跑埋咧呢一段路。好希望聽日咧係有一個好好嘅成績出嚟，因為我知道好多我哋香港其實有好多有心嘅人咧，都係支持建設嘅力量嘅。我覺得我自己咧係希望係建設，唔係破壞。我希望香港咧眼睛雪亮嘅市民都應該係選擇建設嘅力量。我參選係其中一個角色，助選係一個角色，投票係一個角色。但香港最唔需要的角色係咩呢？最唔需要的角色係冷漠。咁我希望大家市民朋友唔好對香港冷漠，我哋好相信大家市民有眼睇嘅，知道邊個係為咗香港，邊個係可以捍衞到大家嘅自由，我哋嘅未來。